欸，如果夹不到娃娃会怎样呢？夹不到娃娃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会怎么样。铁粉们都知道，以前曾经是厉害的吊车司机。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厉害的，专业拖拉机的。好，今天就要让你回味一下吊东西的感觉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哎，看酷姐手势超强，他用甩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。哎，他甩这边怎么甩那边？哎，要锁定这一只咪咪咪。哎，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他失控了耶！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好，我们出八出十次，哎，就是那个倒数时间，好时间，对，很准确。就大概这样感觉嘛，对。都夹得很准了，真的。他就是不甩我，他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他的问题。不甩我。听一下，有纸的纸条的。对，因为纸条是有道具的。啊，嘉玲哥这样子。那我就不夹纸条的，因为有道具啊。观众朋友啊，你给你看一下，那夹的问题。啊，那个打破这个一下，你看那个夹子。技术的问题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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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上来它就松掉了。你看，直播都看得到。哎呦，好难夹哦！怎么办？等下会不会破门？把这个真的，哎呀，你们节目真的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哎，看酷姐的手势超强。哎，立马他进走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。春天又来到，花儿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。嗨，在中间。我是蔡嘉玲，大吊哥在这里，请锁定民视四季线上影视。你在大声什么？请记得锁定四季线上影视。记得要看哦。